航母作为一个国家海洋军事的象征，绝对是海洋大国必备利器。印度一直以来追求印度洋的霸主地位，曾经购买过多艘航空母舰，同时还建造过多艘。印度曾经斥巨资70亿美元建造过首艘国产4万吨级的航母维克兰特号，创下了三次下水但是建造10年未能完工的记录。而在此时，我国的国产航母已经下水一年多了，虽然起步晚，但是早已超越了印度的进度。在2018年春节，维克兰特号停留在港口没有运走，随后遭到了袭击。印度派中生化部队进行相关调查，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啼笑皆非。